大家对我们评审是赞誉有加，对，而且呢，每个人都是出了很多大牌唱片，对，然后写过很多有名的词曲，是，每位都是大有来头啊。所以每次讲评观众朋友呢，哦，都深深的着迷。对，如果能够唱他们写的歌啊，想要不红都很难。是，就拿我们强哥来讲，哇，张永强强哥，小强哥，哇，哎呀，生命力最强的强哥，小强哥，强哥写过的歌就多，《神雕侠侣》，牛马江湖道，噔噔噔噔噔，然后有梁中线下南高壁，哇，一句我爱你，一定不敢讲出嘴。孙淑媚的《心爱麦造》，哎呦，下下姑姑你麦造，哦，金匠的每首歌你看，还有左安安，那更不用讲了。那写过的歌更多了。莫文蔚最厉害的，如果没有你，如果没有你，不是这意思，怎么过？哎，为什么他年纪那么小，可以写？我就开始写那么老。对啊，哎，他写到他还没出生之前。周老师，你为什么写那么老了？对啊，不是那一首。哪一首？如果没有你。我是嘿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对。是是是，哦，还有一首杨丞琳的《缺氧》。哇，厉害！想你要是会缺氧，嘴角不自觉上扬。你们都会唱哎，还有年轻人才会唱的，还有我比较年轻一点，对对对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就是老怎样？哇，还有 SHE 的《花都开好了》，我等到花儿也开了。写一个是写，一个是开，名就不一样。是哇，是卓安安也写过这么多歌，厉害厉害。对呀，那罗文聪那更不要讲了，台语歌的天王级的，对对对对，总价也上千万张了。尤其是江蕙二姐很多的歌曲都由他来操刀，潇洒不哈，潇洒不，雄心九点，一切随在意哈，棒温棒温姐啊，台湾姐的歌，对对对，瓜西啊，是是是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今天主重点的就让评审啊，也不藏私，把好歌呢贡献给他们。你谁要先唱？你先唱。我第一个。你第一个，强哥可能对你比较有信心。强哥要开歌吗？强哥。那我就点一首我的作品，《你是我受为戏名》给曾伟正。好，哇，谢谢老师。光拍球呢，而且不容易唱，好听，感情要唱得很够。那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强哥点歌。挑战。好，没问题。那吴琼英的话，应该是我们要请左岸老师来。左岸老师，今天给琼英出一个难题哦，因为平常你就是开坦克车嘛，我们今天试试看来开 Mini Cooper， 一个清淡，它也是一首主打歌，可是好让你唱出你小女人的感觉，许茹芸的《舍不得》。哦，舍不得。哇，可以啊，细腻。是是，哇，今天又再度面临挑战。哎，其实他是发了新作品啊。对啊，他新作品这次听说要走比较冷艳。冷艳，冷艳的感觉，是摇滚的，摇滚的感觉。没关系，有机会我们再来说。所以左岸老师点了一个舍不得，啊，点了你一首《你是我受的戏名》。两位还唱吗？要要要，两位唱。两位应该就《神雕侠侣》了。那个罗宗老师，罗文聪老师开歌。我写过很多男女对唱的歌哈，但有一首歌我这觉得说它还蛮经典的，然后在 KTV 点播率也比较高的，是《伤心酒店》。哎呀，小林，你什么歌都可以听了，只要熟悉就好了啊。那就曾文忠先来了，好，没问题。你是我受为戏名，好好唱，好不好？小强盯着你，啊，我会讲的，来一起来欣赏。雨声扰乱阮的心情，寒风吹来钻心肝，无情也赤随阮行，满腹心事谁人听？将来不捌变，我相信你也知影，你是我所有的生命。如今失去你，一切来看破，只有你相片来作伴。
变我伤心你也知影，你是我所有的生命。如果失去你，一切来划破，只有你伤心来作伴。来作伴。接下来，胡琼英是要演唱卓安安老师的作品。舍不得，为什么为你付出了这么久却得到一无所有，人算不算天算多，命运安排了结果，为什么为你守候了这么久却等到心绪难留，难道过去的执着你早已无动于衷，我想我会，我想我会忍不住的泪流，叫我如何目送你走，带着吻别的痛，我想我会，我想我会舍不得让你走，叫我如何皱着眉头，带着吻别的痛分手，我想我会，我想我会忍不住的泪流，送你走，带着吻别的痛，我想我会，我想我会舍不得让你走，叫我如何皱着眉头，带着吻别的痛分手。接下来有曹雅文、蔡佳玲演唱罗文忠老师的作品《伤心酒店》。冷淡的光线，哀怨的歌声，饮酒的人无心情，世间的繁华，亲像梦一段，也是暗淡酒店内，悲伤谁人知？痛苦吞下来，一杯到再来。你若有了解，卖问我对倒为难。不愿讲出来，有一份心情是路的模样，苦苦的感叹，也是淡薄爱，以前的遗憾。多情的世界，最无情真爱，因为是悲哀。我阮是孤单，今夜我阮是孤单。
一首拿出来都是名曲啊。对，而且朗朗上口。是，但是不晓得老师听的感觉是有没有唱出他们要的味道？对，这个要看他们的感觉了。对，强哥，您觉得呢？伟忠的声音啊，很浑厚，很扎实。那原唱的那个钟宪呢，他声音就比较虚。是，其实这种歌是很适合伟忠的音色。当时如果伟忠出现的话，我就不会给钟宪唱了。哎呦，谢谢，是是，老师什么时候学会这么口才弄好？因为今天是小年夜哦，要说吉祥的话。是是是，啊，有有有，谢谢。左安老师，你觉得？琼英真的是猴腮嘞哦，这样子青州小菜的，你还是烹调的非常的好，非常到位，而且我觉得就是唱出你内心小女人的感觉，很棒。谢谢谢谢。那罗文忠老师。我觉得你们这组这样的组合是我感觉目前是最好的，但如果说那个时候没有施文斌的话，这更应该是给你们点如果我们两个今天有唱，他会说那我们的歌不如让我们来唱，也不会，我们的歌艺让他们也说不了谎来，谢谢四位，稍微休息一下，谢谢。